现在介绍折叠单推手。掌指朝上，掌心朝前，左脚朝前，右脚45度角度，重心先在右脚，从立掌变成俯掌，向对方的拉肩腰部插出，随着插出前掌，重心也跟着前移，翻掌收回，再插出，插到对方的腰肋骨间，再翻掌收回，画了一个阿拉伯数字八字形。在折叠单推手，要求身体尾闾中正，虚灵顶劲，盘胸拔背，沉肩垂肘，用意不用力，不能前俯后仰，不行，要保持立身中正。立身中正也是我们做人的行动的准则，不偏不斜。太极推手不仅是要防身击技，不仅是健身，而且还有修身，有文化交流的内涵。下面的步法、腿法要求你的膝盖对准脚尖，不能过脚尖。再上右手，随着我的右掌向前插，插在对方的腰肋之处，腰间的肋骨，然后翻掌回带，形成一个卧倒的八字形。下面介绍折叠单推手。我用我的右掌插对方的肋骨，
好，换手。折叠双推手形成的运动轨迹是八字，阿拉伯字的八字形。停。